其实你可以对我做更大胆的事。你是谁啊？清醒梦境的老板，还是极客飞行的投资人？你凭什么说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出现，说消失就消失？ 我一个人住久了，不太适应跟别人分享什么东西。没事，我都来几次，你就会适应了。嗯？代言的事情你考虑吗？你想我考虑吗？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猜我是想报复我是吧？我有什么事情要报复你？你报复我，突然间消失了。 你怎么一大早来了？我来接你上班啊。哦，那个嘛，你们俩一个赖在这儿不走，一个不请自来，有事要聊是吧？换个地儿可以吗？我已经习惯了安安静静的吃饭。小乔，是这样，南伯父跟我说，以后早上的事。哦，好弱啊！拿人家爸爸来说话，这个套路是绝了。哼，我也不会借着发酒疯随便私闯民宅呀。 下车给你的朋友道个歉吗？十月，报警，让警察处理。我来处理。从20几岁看你到30几岁，我原本想你已经成熟了，没想到还是这么沉不住气。怎么了？谈了女朋友？ 想隐退？我这种人哪有资格交女朋友？所以说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旧，这还是你告诉我。我记得你跟我也说过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所以我们两个才会聚在一起。跟了我这么久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呢。 以前我不懂事，经常惹麻烦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总得做点明白的事。想变？我只相信你。成立一个新公司。原来你要做的。知道就好了。 那明明是要交给十月来做的公司，现在怎么倒选了他呢？他和十月向来不和，要是知道了，一直在为别人做嫁衣，恐怕会……十月这阵子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得找个死对头牵制着他。